这次异变波及的范围很广，除海林城外，其他地方都联系不上。异变造成的影响已经不止局限于……最好再催一催车队。如果能在路上遇见白金科技的队伍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你怎么又折回来了？ 没有，只是突然开始走神，怎么你的状态有些不对劲？是在护送途中遇见？哎呀，这种所有人都在撤离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回去？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是白金科技的，虽然走吧。 进度准备时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现在禁区里到处都是这些东西，百无完厨不进，特别碍事。不太清楚，抓紧时间解决眼前这些提督的事。说吧，尽快请我听着呢。 杨林负责那个巨型生物呢？等你看完了，记得在这里签个字。
这也服，这是这一次的，就这么放，不和下，举手。 安心睡吧，你不会就此消散，回归你的本源，届时我们将在未来中。